歌。OK， 点王心莲唱的歌给王心莲听。Yes， 还有许维华啊，他要点他方杰维的他要点给 Sam Lee。Sam Lee 现在应该还在瑞士哦。他说知道你喜欢方杰维这首歌，就透过 Gabriel 的直播平台点给你听。你还记得我们在2013年6月1号第一次在新加坡一家餐厅见面吗？今天刚好也是6月1号，那时是因为方吉维在新加坡有两场演唱会，令我们有机会碰面。在我们交谈的时候，我才惊觉原来我们很早就以笔友的方式书信联络。哇哦，笔友哦，很多年前了应该是。所以在对的时间点，对的人，让我们终于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。我们继去年11月20日的见面会后，又要在小孩的台北的歌唱见面了。认识你真好。 OK， 好，这是许维华他要点给 Sam 的他寂寞，为何我不断向你奢求，终究无法拥有？原谅我的爱，原谅我的无奈，因为我已学生活，原谅我的执着。哦，他不再爱我。哦，我需要什么？我不懂感情，你不懂温柔。
是一个无聊的夜晚，无聊的星期天，眺望着窗外五颜六色霓虹和一对对的行人，总是如此打发我的空闲，打发我疲惫的心，就这么落寞而又这么无奈。 Because I'm waiting for you， 给我一个电话，给我一些温柔，给我一些爱的感受，你总是那么细细地爱着我，深深地感动着我，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改变，改变了所有一切，它让我不知所措。给我一个电话，给我一些温柔，给我一些爱的感受，难道你真的忍心如此折磨我，忍心如此伤害我？好，这首是方继伟给我一个电话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，送给小嗨迷们，因为很少听到这首歌。星期天，眺望着窗外五颜六色霓虹和一对对的行人，总是如此打发我的空闲，打发我疲惫的心，就这么落寞而又这么无奈。 Because I'm waiting for you， 给我一个电话，给我一些温柔，你总是那么细细地爱着我，深深地感动着我，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改变，改变了所有一切，它让我不知所措。给我一个电话，给我一些温柔，给我一些爱的感受，难道你真的忍心如此折磨我，忍心如此伤害我？耶、yeah， 好 Michael 啦 Michael 啦，他要点江美琪那。